喜欢高品质厨房用品的姐妹啊，你们赶紧来抢这个加厚的316不锈钢的双层滤水盆啊！它这个呢，之前是出口泡菜国的，就这一套啊，都是要卖到59.9的。现在还剩下一点尾货，老板就说全部拿到线上便宜清掉。今天直接降到什么价格啊？你们点开链接去看一下，真的会惊艳到你。关键呢，它这个质量还非常好啊，用的呢都是加厚的316不锈钢的材质，比咱们平时用那个304呢更高一个级别，这样咱们用起来啊就更放心。里面这个滤水盆呢，它这个网孔啊也是特别的细腻。平时呢，咱们焯完水的肉呀、菜呀，你就可以直接倒里面，不管是用它去沥个水呀，还是过个凉面啊，都是非常的合适。你看它这个底部啊，还有一个这样一个三脚架，这样的话呢，它是有一定高度的，沥水效果就更好。再给你们看看它这个盆啊，它这盆里面你看是有这样刻度线的，这样咱们用起来呢就特别的方便，用它去和个面呀、做个甜点啥的，上面都是有刻度的，还可以用它去洗个水果啊、拌个凉菜呀，或者是你拌个沙拉啥的，都是非常的合适。趁着现在活动合适啊，你们点开链接去看一下，如果还能拍的话，赶紧都去抢上一套。